我的性格就是一男性格，就爱干活。就是迟先生都说比我大，您开玩笑，从来我没跟迟先生开过玩笑。咱们一般在那个孩子面前给他们做榜样。如果我们都不在，你也叫迟先生？那都是迟先生。哦，互相尊重的在一起，认为谁也不厌烦谁，这样人会长久。啊，相看两不厌是个很高的境界。而且我又顶太大，那个迟先生演《西游记》粉丝又多。迟先生是那么漂亮，很多女人排队追，陈丽华走来走去。作为女人，淡淡的女人就应该本本分分的把家庭搞好。